你唔使理我做嘢。阿 Mr， 其實我想去洗手間啊，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一陣 ？Thank you。 我呢间房咁光嘅，继续食嘢啊！唔使理我嘅，睇你个样都好攰噶啦。嗱，我哋警方巡嚟扣留你48小时嘅啫，如果你冇做过，唔使惊嘅，食嘢啊！ 死者陈慧薇，21岁，佢年青貌美，人品好，人缘又好，喺内地有唔少追求者。佢应该有个男朋友嘅，佢去深圳打工，但系喺深圳揾嘅钱根本就唔够寄翻乡下养屋企人。最后佢出卖咗自己，嚟到香港嫁俾茅叔。 暂时同佢男朋友分开，我相信佢同男朋友系相亲相爱。佢男朋友睇住自己最心爱嘅女人同一个又老又猥琐嘅叔住埋一齐，个心梗系好妒忌、好难过。不过佢哋应该有个计划，就系喺茅叔身上揾够阿薇需要嘅钱，阿薇就会离开茅叔，翻翻去佢男朋友身边。不过， 茅叔原来真心爱阿薇，佢好锡阿薇，佢当阿薇如珠如宝咁。阿薇本身就系一个有良心嘅人，佢同茅叔相处咗大半年，阿薇终于感动咗，佢同茅叔冇爱情，不过有感情，有恩情，佢唔忍心伤害茅叔，佢唔想呃咗茅叔啲钱之后就一走了之，最后佢决定留喺茅叔身边。 出去打工揾钱，谂住帮茅叔生仔，一齐开开心心咁样生活落去。阿Sir，可唔可以安排我第一间房做啊？佢男朋友知道咗之后，完全接受唔到呢个事实。佢唔相信自己嘅女朋友会离开佢，同一个老爷一齐生活。于是乎，佢攞咗张情证，落咗嚟香港，走去揾阿薇。阿薇怕茅叔知道佢同男朋友之间嘅关系，于是佢阿茅叔 话呢个男朋友系佢表哥，呢个男朋友嚟到揾阿薇，一定要阿薇跟佢翻去。阿薇唔肯背叛茅叔，男朋友忍耐力去到极限，佢好难过，好妒忌，终于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，随手就掹起一把刀向阿薇身上插落去。阿薇个身僵硬晒，好痛，男朋友就抱住佢，好后悔。 阿薇仲忍住同讲：系我辜负咗你，你走啦，你仲后生，你有大把时间，我已经嫁咗人噶啦，我唔系以前嗰个我，你一定揾到一个比我更加好嘅女人。佢男朋友好心痛，好难过，喺呢个时候真系做咩都补救唔到，佢唯有抹干净阿薇身上边嘅血。 帮阿薇换过套，佢最中意嘅衫，放咗入灶底入边，就好似瞓着咗觉咁。希望阿薇瞓醒就会起身。我唔想杀佢噶，你个死老嘢害死佢，死老嘢抢走阿薇，阿薇本来系我噶，系。 要拆散我哋，系佢害死阿薇，死老嘢抵死，佢抵死，佢抵死。唉，仲未唉声叹气啊？冇，但系阿薇惨啫，唔想辜负个老公，就辜负咗另外一个男人，最终啊搞到自己条命仔都冇埋，衫我都变成受害人。 感情呢家嘢咧，有時真係唔知邊個啱邊個錯。咁感慨嘅，諗翻你阿 Louis
呢啲咸丰年前嘅嘢有冇好谂啊？啱啊，唔开心嘅嘢无谓记住。都十几年咯，有冇介怀啊？我唔同你啊，你有个好老婆，又有个女，不知几幸福啊！你又系咩啊？我知我老婆好，但我成日觉得我翻出嚟之后，我同佢之间中间好似有埲墙咁，始终有隔膜。俾啲时间大家啦，话晒都冇十几年一齐生活，迟啲会惯噶啦。我都系咁谂。老公啊，你快啲啦，我等紧你噶。好啦，拜拜。前台，唔好意思，我哋爆周刊嘅，想咗你少少时间访问你几句。你都几好嘢噶噃，我行特别通道你都揾到我嘅。今次想知啲乜嘢啊？嗱，我啱咧喺 Paris 翻嚟，去完个 Fashion Week。唔系啊，前台，其实我想问你识唔识呢个人？唔识噃。前台，你睇清楚啲，佢叫米安定，阿 Matt。15年前你仲未喺前台嗰阵，咪住喺骏岭花园嘅。佢话佢你朋友嚟过你屋企揾你，有冇咁嘅事？喂，你做咩影相？俾你影相。唔系你前台，你睇清楚张相啦，你谂下。我而家好 serious 咁同你讲，我唔识得呢个人嘅，你唔好立乱听人讲，原来花乱咁死啊！老婆，咩事啊？老公，咩事啊？唔好讲咁多啦，快啲走啦！咁即系点啊，谦仔？即系又俾人老掂啦。我哋收到風咧，話你15年前一單律師謀殺案，你作假證供喎。包裝嗰邊咧掌握咗佢一啲好有力嘅證據喎，你點查照先？後來咩時候回應下？係咯，回應。又係包裝啊！啲風佢哋吹出嚟㗎。冇錯，啲風係我吹出去嘅。咩時候你有咩回應？我咪叫你問我朋友嘅咯，你問咗未啊？問咗，問咗啦。又話你識得 Rose Chow 嘛？係咯。你話案發當日，你咁啱去案發現場附近揾呢位 Rose 小姐，咁咁啱又撞到蘇 Sir 經過，你先追上去。事實就係咁樣啊！事實就係我親口問過 Rose Chow， 佢兜口兜面神牙實指咁同我講，話佢根本唔識你，唔知你係乜水。佢真係話唔識我。係啊 ，Rose Chow 啊，即係前台啊，前周之良話唔識你嘅。哇！原來講緊前台喎。佢識前台嘅咩？做到咁大點信啊？你玩人都應該有個限度啊！你不如話你識得美國總統夫人。喂，嗱，我諗件事咧中間梗係有啲，我遲啲再揾機會同你解釋。你而家叫啲行家翻去先啦。點解啊？因為你俾我執到冇聲出啊！你亂噏埋咁多無謂嘢，帶我遊花園，無非都係想掩飾自己嘅罪行啫。當日你根本就係俾假口供，你都鬆 Sir 坐監，係咪？我諗大家誤會咗啦。我信得過咩 Sir？ 佢唔會屈我，絕對唔會俾假口供累我坐監嘅。鬆 Sir， 我可以保證，咩 Sir 講嘅全部都係事實嚟。15年前係我兄弟。15年之後亦都一樣，你聽到啦。我喺單 case 嘅當事人，既然我咁相信 Mr， 希望大家唔好再纏住佢。呢一件事到此為止 ，OK？ 散會，散會，散啦，散啦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多啲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。